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讲经前，然后我们还是来念开经偈，尤其这一部经典更难遇，《论文思经》，性受奉行啊，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阿弥陀佛。诸位同修我们上一次是学习到定成正觉第七，那一般老和尚一开始会念开经偈，后来呢，到了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出家人讲经前呢，念三皈依，后来老人家开经前呢，也是念三皈依，那这些用意我们都要理解。三皈依是我们入佛门第一件事我们是要实执三皈不能是名字三皈。佛法重实执，不重形式所以三皈是皈依自性觉正净。就像我们学这一部经，实质上就是要学清净、平等觉。清净是净啊，平等是正啊，正觉就是觉啊。学这一部经，恢复我们本有的性德。尤其在学的过程呢，怎么恢复性德呢？很重要的，效法阿弥陀佛，这个恢复性德的速度最快因为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李炳南老师在讲解《大学》的时候有一段开解承德学习的时候印象很深。来，知止而后有定，知止是止于至善呢。那这个止于至善呢？最好有一个榜样，哇！那你时时刻刻都以这个榜样为标准呢？那请问大家，大家止于至善的榜样要定在哪里呢？那我们都认识阿弥陀佛了。那要定，当然要定在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为榜样了。所以学《无量寿经》老和尚常说我给大家介绍老师阿弥陀佛就是老师我们学《无量寿经》就是学阿弥陀佛尤其我们看。第六品发大誓愿第六，叫效法阿弥陀佛的
发愿，行安大师劝发菩提经文开头最强调的修行啊，发心为首，立愿居先啊，愿立则众生可度，心发则佛道堪成啊，苟不发广大愿果不发广大志啊，立坚固愿呢，则众经成劫，依然还在轮回。虽有好心啊，总是徒劳辛苦。这个好心哎，也懂得要行善的，但是没有发菩提心，修修修修的成劫，还在轮回。哦，所以要出轮回啊，要发菩提心。哦，所以修学的次第啊，师长常指导我们四弘四愿。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菩提心啊要发出来啊，菩提心是修行的主帅。这个菩提心一失啊，就没有愿力了，就很难调伏习气了。好，所以我们知止了，止于至善，止于以阿弥陀佛为榜样，这个也是遵照老和尚的教导啊，以阿弥陀佛为老师。啊，要效法老师，啊，那这三品经就特别重要了。啊，第七是定成正觉，第七，啊，都是阿弥陀佛发的愿。啊，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思愿不满足，事不成等觉。啊，是不成正觉，而且复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啊！你看这几品经啊，这一品经这些经文呢、啊，我们前面有学习到了啊，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我们现在身边有没有亲戚朋友睡不着觉的？假如有，我们没有去关心啊，那这一句经文我们没有去落实的。哎，还有第八品啊，积功累德第八啊，阿弥陀佛在因地是怎么修的？修因才能得果啊。哦，所以我们这三品经速度比较慢啊。希望大家谅解啊，因为这是学习的重点呢，都不能划过去。好，你看我们上一次学习到了，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啊，这个大悲心不能虚于理也哦。大乘佛法是慈悲为本啊，我们在菩提道上啊，为什么进进退退呢？因为啊，我们的慈悲心有间断的，所以这个功夫啊，就进进退退啊，所以不间断很重要哦。所以佛号也不要间断了，尽量提起哦，这个功夫才能保持，才能提升哦。啊，六十日用中，啊，印度时间单位，白天三十，
一时是现在的四个小时，啊，中国是用时辰，是两个小时，啊，印度一时是现在的四个小时，啊，昼时三时，夜三时，啊，所以夏林老说的六时日用间，勿忘唤醒自己。每一天，不要忘了唤醒自己的本来面目啊！所以这一句佛号叫无上生妙禅，恢复自性啊，比禅还快哦。所以叫无上生妙禅哦。姜味龙居士说着持名念佛。暗合道妙啊，即是行深般若，无意念实相，跟实相念佛没有差异哦。啊，是故能灭众罪哦，能消众业哦。所以不要忘了唤醒自己啊，十本不离，直趋绝路啊。最快成佛的方法，一生佛号内只会字句分明。念一句佛，最关键的，每个字念清楚，摄耳谛听，就能兜摄六根，净念相继。所以悲心不能间断。佛号不能间断，佛号一间断，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不念佛啊，一打妄想，很可能又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一念佛啊，这个本有的真诚慈悲。清净平等就提起来了，而利益诸群品啊，这个群品品是品类啊，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我们都能利益他。哦，我们一想，哇，等觉菩萨，我怎么利益啊？啊，我们看普贤菩萨还劝。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师，通通求生极乐世界。那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啊！所以这些大菩萨，有的还不知道求生净土啊。啊，你往生了，再回来了，你有经验了，啊，你遇到这些大菩萨，你都可以劝解他求生净土啊，啊，就跟普贤菩萨劝华藏世界的法身大师一样啊，啊，我们都可以利益哦，哦，那承德自己，啊，比方我们受过菩萨戒。你看到这些畜生道的众生，你都要劝他发菩提心。这是菩萨戒里面的经文哦。啊，这个菩萨戒跟小乘戒有些不大相同。小乘戒啊，是。很多戒条的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是不能造恶。啊，菩萨戒呢，应该做什么？就是利益众生的，你就应该好好做。啊，比方有一个真正善知识，啊，这个到了。
你所在的城市了，你不请他讲经说法，假如你受过菩萨戒，哎，你有过失了。啊，因为难得他到了你的国度了，你又知道你应该请他说法，利益众生。哦，所以菩萨戒是你该做的没做，你犯戒了。所以小乘是止持、止住，不要做这些事。大乘菩萨戒是坐持，哪些该做要去做，不做犯戒了。哦，所以我自己刚好有机缘经过土地公庙啊，我都会进去啊礼拜一下啊，给他这个啊有这个缘啊，跟他行礼啊，问好啊，哎，接着呢，劝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哦，这个。承德啊，生长的地方，高雄市啊，楠梓区右昌啊，我们那里就有一个元帅庙啊，那是应该是鬼神呢啊，哎，他吃素哦啊，规定我们那里啊来祭拜都要拿素的，不能拿荤的，哎。应该也是念阿弥陀佛了，哦，不过我好多年没回去了，好，那师长老人家说了，一以大悲心啊，利益诸群贫，你常有这个心，有这个意念啊，这叫心德，你的心。有道德啊，哎，你心上有这个德，你必然会表现在行为上，心行一如。当然长存此心呢，也是功德无量。哎，一有机缘呢，这个行为一定去落实。慈悲，这个存心就能成就殊胜功德啊！这个在《华严经》净行品里面，你看整篇都是遇到一些情境啊，升起的都是当愿众生啊。我们最熟悉的句子，三皈依出处也是净行品。啊，自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啊，自归依法，哎，自己在归依法了，但是心量都是愿一切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哎，这个三皈依基本上我们每天的定课都要念的。但是要念入心呢，哎，我们有心，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有这个心怎么做呢？我们得身教来带动大众啊，我们来深入经藏，尤其深入啊这一部《无量寿经》啊。啊，我们欧洲的同修有福报啊！我们现在董老师复讲《老和尚2014》科注，哦，这个讲一个半小时啊，我看准备可能要20倍、30倍都不止哦。这个大家要珍惜啊！这个我快要福报现前了啊！这个8月份我就回到欧洲地带了啊！我会好好珍惜这个缘分，好好学习。哦，这个也随喜啊，董老师下这样的功夫啊。
而且佛法是师道，我们要以师自然为己智。你看老和尚说了，这一部汇集本是老师传给我的，全世界都没有人弘扬，我一定弘扬。看对老师交代他的事情，念念不忘。那老和尚也交代我们弟子们，要好好弘扬汇集本啊，弘扬无量寿经啊。老和尚也说，末法9000年了，靠这一部汇集本呢。老和尚的棒子已经交到我们手上了。诸位同修，不能我刚刚赞叹董老师的啊，大家心里说好啊好啊，董老师讲就好了，利益诸穷品啊。如是妙法性听闻，因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要广度在六道轮转的众生呢，谁还在轮转啊？还没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人都在轮转呢，那亲戚朋友还有那么多，都要落实无量寿经的教诲啊。你看为众开法藏啊，我们待会就讲到了广施功德宝啊。你看宝最珍贵的了，功德宝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啊。为什么？念佛有功，往生是德。往生有功，不退是德啊。你看往生做阿惟越智菩萨了，不退了。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了，不可能退转的。一往生就是圆正三不退，位不退，不再退回凡夫了，行不退，菩萨行不退转，不会今天想度众生，明天又心情不好，不干了。第三叫念不退，叫见性了，念念流入娑婆若海，就是他都是真心了，不用妄心了，就是法身的境界了，这叫念不退了。不退有功啊，成佛是德啊。你看这一部经，功德宝啊。成佛最快的学校啊，所以《阿弥陀经》说其中多有一生不处啊，代表这十劫往生的超过一半都是等觉菩萨了。我们遇到这么大的利益啊，你说有机会跟人家谈谈念佛，劝人家你不去做了，那怎么叫益大悲心啊，利益诸群品啊。那我们念到这一句就不好意思了。无量寿经就是人生的剧本。当然了，也不能执着啊，见到年轻人就哎呀，人生苦短啊，死生事大啊。你每次都跟他讲这个，他有点怕你的，可能。要不要提？还是要提？你不能每次都只提这个啊！你看，我们黄念祖老居士见到年轻人，要去日本留学读博士了，
抓住这个机会点呢、啊，刚要去啊，心理建设好啊，他每一天都很有方向目标啊，提醒他有学业啊，以至于还要面对啊未来的家庭、家业、事业，那绝对不能忘了修行这一件事情。哎，都提这一些跟他息息相关的事，啊，怎么用佛法来经营你人生这些重要的事？弃他的机，哦，当然，面对年轻人，面对壮年人，也都可以净土回归啊，啊，正住双修啊。所有善根星星回向，愿生我国。啊，所以你表达不能有执着，不能都是站着。啊，我现在年纪大了，都开口闭口就是，哎呀，很可能无常就来了，都会死啦。我那么老了，结果对方很年轻，你这个这么讲，你不弃他的机了。啊，应机说法。好，所以这个净行品，看他一天所发生的情境，他都是当愿众生。你看，连上厕所大小便起，当愿众生。这个弃贪嗔痴。还是捐除罪法，不知道有没有背对啊？你看，上厕所都是用菩提心在上啊，所以这个菩萨菩提心没有断哦。有这样的心，就很自然，心行一如，有这样的行为出来了。什么行为呢？老和尚总结《华严经》哦，净行品也是《华严经》的一品啊。总结成八个字，大家记不记得哪八个字？啊，我当初第一次听的时候，是老和尚去了北京师范大学，看到他们的校训吧，学为人师。身为示范，老和尚给他们提了个建议，是不是可以改成行为示范？而老和尚跟他们说道：哇，你们这个校训八个字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而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哦。啊，不要我们一听到《华严经》，又跟《无量寿经》啊，又分成二了。所以，黄念老良苦用心呢，怕我们不知道这一部经跟《华严》不二啊。啊，他老人家注解汇集本，就用十门开启啊，这个就是专攻《华严》的贤首中讲经都是。十门开启，让我们知道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也是事无碍的境界。好，那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请问大家现在在这个世间最重要要先做什么榜样啊？我们看下一句，离欲生正念，净慧修犯恨。现在的人全沉溺到欲望里面去了，
不可自拔了。你表演出啊离欲，远离这些贪欲，生正念，深入正念，其实就是正确的思想观念，你不随波逐流，对于自己身心的护念，观念很正确，自己经营的家庭很和乐，自己的身心家庭团体都做榜样。我们看现在大学生呢，你跟他说11点了，快睡觉了，他对着长辈说：“哎呀，你太落伍了，现在还早呢，对他们来讲很早，可能都要2-3点才睡觉。”这都是错误的观念，可是却很普遍哦。所以为什么老和尚说教学为先呢？现在正确的观念没人讲，充斥着错误的见解。哦，这个刚好啊，这个王大夫啊，他来参与啊。马来西亚校长职工会办的教师培训，我们每一次办培训呢，一定加一个养生的课，因为校长老师要爱护好啊，他们在影响那么多的学子啊，我们应该爱护好他们。军人城中啊，学校领导啊，要仁慈啊，体恤老师们的工作量啊，到时候把老师们都累垮了，这甚至都没人敢来教书了，就麻烦了。当然，我们首先在课程当中啊，表达我们关心老师们的身心健康啊。我有听到这个调查说，这个学校老师啊，忧郁症的危险群呢，他承受的心理压力比较重。我自己当过老师啊，我很清楚啊，除了要尽心教导他们学业，还要引导他们做人做事，还要顾及他们的安全问题。我讲这个给大家听啊，你们也有小孩啊，甚至于你们有孙子啊，这个你刚好去学校接孩子接孙子了啊，你能体会这个老师的辛劳。你那一句“哎呀，老师辛苦你了啊”，那老师听起来就很温暖了啊，他就被理解了，是吧？你现在当父母、当爷爷奶奶啊，一到学校去啊，对老师就是质问了，这个会给他很大的压力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理解万岁啊，要理解对方的不易，不理解啊，就互相只站在自己的角度，这个就变成匹卦。匹卦叫天地卦，天只占天的位置，地只占地的位置，就不能交通了，不能沟通了。太卦啊，我们都听过否极泰来啊。这个太卦呢，
就是地天卦，其实就是设身处地。这一个卦在哪里呀？在五伦关系里面呢，夫妻换位思考，父子换位思考就没有代沟了。代沟怎么来的？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兄弟姐妹亦如是啊，君臣也是啊，要互相体谅。人在五伦关系里不互相体谅哦，铁定常常抱怨。学佛的人要注意啊，一抱怨呢，火烧功德林哦。抱怨就有怨气哦。一念嗔心起哦。好，以后不要向别人抱怨，会火烧功德林啊。以后心里面闷的时候，在阿弥陀佛像前，好好哭一哭都没关系啊。不然憋在里面会生病的。哦，好，自己也要懂得调整自己的身心。我们发大誓愿第二啊，不是这个德尊普贤第二品经文马上说的，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其实一开始是贤护等16正士。哎，礼敬诸佛啊，自己的身跟心是不是诸佛啊？要不要礼敬呢？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哎，下手处啊，孝亲啊，在哪里下手？照顾好身体。所以待会假如1个半小时就结束了，是我体会到我的气不够啊，请大家都体谅啊，我现在得悠着点啊，要细水长流啊，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冲动容易透支，最近因为课程比较密集然后上课的地方啊，冷气18度哇，我被冻的真的我应该去调查一下马来西亚的冷气是不是不用钱的。哎呀，世间无常，有一些局面是你控制不了的但是我这样思考来思考去啊，我看还是在摄影棚啊比较保险。这个是可以控制的情况。所以要细水长流当然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不然突然结束了今天怎么这么短这也是礼敬诸佛的落实要跟人家先说明在先。所以你身心我们也要礼敬，这都是礼敬诸佛的落实了。那贤护首先要会护自己。你要借假修真啊，你要把它护好呢。那请问我们知道一些养生的纲领了吗？知道、悟道、做道、得道。知道啊，还很浅哦。我认识不少同修啊。我一跟他说
哎呀，你怎么11点还没睡呀？12点还没睡呀？没关系，我习惯了。哇，你看，我劝他，他回应你，我习惯了。哎，这个习惯是不对的啊，不能变成我习惯了，就变成借口。要道法自然呐、啊！哦，我昨天这个讲完课啊，休息了一下啊，身心放松，就去睡觉了。一睡，睡了8个小时左右，我已经很久了。没有睡那么长了，啊，要继续保持。最主要就是昨天是个好日子啊，6月8号挺好的啊，六是顺嘛，是吧？八是发啊，才是个好日子啊。选择这个好日子啊，遵依教奉行啊，依照老和尚的教诲。手机我丢掉了，昨天依教奉行，我下礼拜要跟这个一条龙的老师们探讨面对手机的问题这个是最重要的，未重开法杖，现在讨论哪件事最重要？这件事最重要。刘树云老师大声疾呼啊，救救我们这个民族啊！3代人都是低头族啊，大家要感受感受啊！3代人进了家都是看手机，这个家庭伦理呀，会摧毁掉哦。父母跟孩子不讲话。直接发短信，明明在隔壁房间都不沟通了，这会搞到最后家人都不沟通，这样的孩子在学校、在出社会也很难跟人沟通。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太大了，网际网络、商业化。大家注意去看，在哪个地区最难传播正法、传播文化？收入最高的地方，因为最重视钱，见利会什么？忘义。整个文化都是在教我们道义人生呢、啊，所以，假如这个都市没有赶快教学为先，大家都向前看，文化会被摧毁掉。这个。刚好这个，像王大夫他到马来西亚来，你看我不会讲养生哦，但是我会联络当地培丰中学，让他们去讲，我也修一点功德，不然我都判不了，我得修多修一点功德我勤转法轮呢，请他们去讲。结果他们对着这些初中、高中生抛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呀？异口同声，钱。初高中生呢？你看，他们都觉得钱可以解决问题。大家想一想，
现在个人身心、家庭、团体是钱的问题吗？这些孩子不正确的引导啊，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偏颇了，是很危险的事情啊。你看，生正念，这个正念就是正确的思想观念。我们首先要给这些年轻辈的做榜样哦。好，护念自己的身心啊，身安才能道隆哦。这些话不要跳过去哦，不然都会偏。哎呀，这个身体是假的了，啊，不要去管它了。你不要去执着它，不是说你不要护念好它哦，你理解错了又偏在一边。说实在的，你念佛的功夫不够啊，你晚年得重病啊，你可能保持不了正念哦。还是现在好好爱护，好好消业啊，晚年身体健康，障碍少。哦，所以这一句、这两句啊，都是行为示范。哦，所以老和尚讲了，教导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处事待人接物应该怎么做法。离欲啊，欲是欲望，没有止境。哇，那它包含的太多太多了，归纳成五大类啊。五欲啊，上个礼拜见到一个当父亲的，哎，他很难得啊，他问我问题。他说：“我本来想说，我赚更多钱了，我就会欢喜快乐了。可是我现在赚的钱比以前多啊，我也没有比较快乐。你看，人都会想当然。其实啊，我们有一个想法的时候啊，不要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哦，还没有证阿罗汉果啊，不要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而且呢，自己去看看，哎，有钱了我就比较快乐。请问现在很有钱的人快乐吗？哎，你要会慎思明辨的。你看老和尚遇到一个超级有钱的人，请老和尚去见面。他跟老和尚说，他每天吃安眠药才睡得着。这么有钱，万般将不去啊，爱欲荣华不可长保啊，皆当别离啊，无可乐者啊，那个都带不走的。不止带不走啊，会变成我们的牵挂，让你不好走。啊，他自己呀，体会到了，没有比较快乐。啊，我就跟他讲到老祖所说的，欲是深渊呢，没有止境的。啊，哎，跟他讲完，他说我今天知道了。啊，真正的快乐不是从外面刺激来的，从外面来的快乐都是刺激。大家知道哈，啊，比方说我心情不好啊，我要去大吃一顿，这是刺激哈。好，啊，你本来都是
吃这个一餐啊200块的，哎，吃了几次了，不痛快，来吃400块的，哦，你一定会提高的，是吧？因为你就这个刺激度不够了。哦，真正的乐是从内而外的。后来他很难得啊，他说我今天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对治这个烦恼，知足常乐，知足就会感恩。啊，你看我们每天吃饭前念这个十存五观，念感恩词，啊，济公多少。这一餐饭多少人的付出，量比来处，就升起感恩心了。吃饭也不能离菩提心哦，感恩心就是菩提心了。感谢天地滋养万物，感谢父母养育之恩，这吃饭前的感恩词了。感恩农夫辛勤劳作，这个知足就感恩了。这五大类第一个财，一切物质都包括在钱财。我最近也常常跟大家讲，成年人啊，没有办法被勉强，也不容易被说服，除非他自己认知到位了。包含我们修行人哦，有时候我们也挺固执的哦，啊，解铃还需系铃人，别人跟我们讲的法再好啊，因为解铃是我们解的。愿不愿意打开啊，也得我们自己打开了。好，那我们要感受的深刻。我们说累赘累赘啊。什么是累赘？身是累。不要贪着这个身。你看这个身体每天要伺候他吃三餐呢。哦，还要洗澡，还要大小便啊，你看你伺候这个身体伺候不少时间吧，他是大老板啊。哦，所以老子不简单，无有大患唯吾有身呢。我最大的患就是有这个肉身。他懂得不要执着他，我们懂得要去换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包含我们有这些物品，你东西越多越累赘，整理起来也很累。所以老和尚，他要住房间小小的，整理起来轻松。这个佛门住持叫方丈和尚，住的空间多大？方丈，你看这个词好啊，不能住大啊。老和尚不是讲经的时候说。他到香港去，有个人挺有钱的，带他去看他银行里面放在保险箱的珠宝。大家听过这个例子啊？你买那么多珠宝啊，变成什么？请问那些珠宝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清净心？当然，你不要今天听完很冲动啊。留个一两条啊，这个西方人很重视晚宴是吧？
啊，因为我看大家都是生活在欧美啊，哎，哦，这个带个庄严自身啊，人家看了觉得你不失礼呀，啊，再给他这个为众开法藏，哦，跟他讲讲念佛啊，这都挺好的。啊，自己感觉是累赘啊，自己就愿意放下。啊，我现在真的感觉手机是累赘啊，我很愿意放下它。啊，而且还有人愿意护持我放下它，啊，我再不放下，我就有罪过了啊。啊，我第一大罪过不听老和尚的话。嗯。哦，所以我们今天啊，要解决手机问题啊，首先我们自己要有身教，不然讲话一点力道都没有啊。你去跟孩子讲，不要玩手机了，爸，你也玩得很厉害呀，那没底气了怎么办呢？你要正确使用它，比方说，我这个慢慢来啊，一个礼拜之后要做汇报啊，一天看2次，再来再过一段时间，一天看1次，哎，最后有福报了，身边有人帮我处理事了，不看了，你们也回向给我福报，早点现前。我更好深入经藏，广修供养。哎，我看你们的表情好像不是很愿意祝福我福报现前。好，假如不愿意的，可能有执着点产生。我自己也慎重思考过了。我对大家最大的贡献，应该是我能全身心啊深入经藏，不辜负大家的信任。我感觉呀，佛菩萨对我挺好的啊，当然佛菩萨没有偏心啊，加持都是一样的，但。我自己感觉讲经的时候，听经读经的时候看祖师注解，我们用至诚的心啊，都能感通。佛菩萨这些教诲，深度彻法圆顶，而且看得很深很广。这都是法藏你看我们讲经里面常引的句子，不都是祖师啊？你看姜维农居士，我们刚刚念那一句，哇！你看到的时候，信心大增呢，无意念实相啊，这些都是成就的高僧大德，他们讲的话不会错的。好，我们感受到是累赘了，不用人家催促啊，你自己就放下了。好，敏感，哪些人事物啊，对我是一种累赘，我要懂得放下。钱财，生性因果，该是你的，跑都跑不掉，有什么好担心的？不是你的，强求不来。而且越施越多，不用担心。色，
男女情爱，你看这《无量寿经》都有讲，前面讲了爱欲荣华不可长保，财啊名啊，是吧？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这个在上一次我们提到的六道轮回怎么来的，这爱欲来的呢？所以不要再结情缘了，家人之间呢要转成法缘。不然有这些情爱会牵绊。娑婆有一爱之不亲，临终被此爱所牵。阿弥陀佛很慈悲啊，要接我们，可是我们自己拽着这个五欲了，他老人家也没办法。名指地位，包括权力，包括这些东西啊，都是世间人拼命去争取的。我也遇过一些人，初次见面，那个名片呢，一页还不够，翻过去两页、三页面，再来，谁谁谁，我见过了，包含我们学佛的，什么经我听过了。什么高僧大德我见过了，我还护持他们什么什么，这个都是好名啊，要谨慎这一点，修行人警觉性要高，观心为要。这个好名啊，比好财更细微，更不容易对治。尤其我们在社会的一种习染，都是攀比竞争，好像得要露一露，吹一吹，好像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其实这个都不是正念，都不是正确的思想观念。真人不露相啊，露相非真人。真正有道德学问的人谦卑啊，尤其啊，他还说什么？他去过极乐世界又回来了啊，更不能信了。佛门有一个规矩啊，你暴露身份了，就要赶快走，大家细细去感受一下，有没有道理？比方说他是观音菩萨再来暴露身份的，请问大众来找他要干什么？会找他讲经说法吗？你看我们这个戒定功夫啊，都谈不上功夫的人啊。现在有同修见到我了，法师啊，你可不可以摸摸我的头啊？你看我们这没什么戒定功夫的，你看大众还要我们摸他的头。假如说，哎，这个人是观音菩萨，那你说大众来了要干嘛？所以佛门这考虑是很深入的，深入人心的状态。所以一暴露身份呢，你对众生很难教化。
赶快走。但是绝大部分都没有铺路身份。哦，我们看夏莲岛、黄念岛，那都不是普通人了。啊，包含海贤老和尚都没有铺路身份。哦，但是你看他们的德号、法号，甚至看他们的行仪，可以观察出来的。你看海贤老和尚，海慧圣贤，哎，清净海慧的菩萨来的了。啊、哦，我看是贤字的话，啊、哦，那应该是普贤菩萨这些大菩萨来的了。啊，夏莲岛教诲里面，老和尚常引的“真干”二字。那普贤行就是真干的，所以做大象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真干过一句教诲啊？啊，我最近接触一些同修，听的经很多。也都是跟我探讨教理啊，探讨了老半天呢、啊，我感觉他那个教理啊不能贯通，虽然听很多，关键在哪？没有行，这样会增长浮华傲慢。所以他跟家里人都处不好。哦，你看道理是一套一套的哦，可是他一问问题就感觉他不贯通。啊、哦，我也很尽力的啊，跟他数十回合。哦，后来我突然呢。有个灵感，可能是佛菩萨加持吧。真的，佛是门中不舍一人的。哦，哎，我们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了，哎，会有灵感哦。哦，就像后面说，如佛无碍智，哎，我们可以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了。得佛的加持保佑，哎，我们可以去护念有缘的人啊，大家愿不愿意借给佛菩萨用啊？你们再考虑考虑啊，成年人不能被勉强。啊、哦，我是很愿意啊，因为我没有智慧啊，佛菩萨有智慧啊，我放下自己的想法看法，佛菩萨安排。我就突然有个灵感，我就请教他，我说：“请问你有没有曾经落实老和尚一句教诲三个月？”他想了一回，回答我：“看得破，放得下。”我说：“你这个还是理，论理习惯了。大家注意啊、哦，理事不二。长期听老和尚讲经啊，假如你没有落实在事项啊。”那你听老和尚的经是选择性听，因为喜欢教理，喜欢教理就不喜欢落实，因为你那个喜欢有贪，哦，我最近也听到同学反馈，当然我也要恒顺众生哦，我以后。深入经藏，多引一些《华严经》云、《楞严经》云，就把它下注啊，他就哦哦哦啊，不然都
这个陈德法师怎么净讲夫妻问题，净讲孩子教育问题，都讲世间法，都不讲出世法。诸位同学啊，你家里的问题都不解决，你的心能清净吗？你不清净，你能受持《华严经》《楞严经》？而且啊，你真的要论一乘法，根本没有是诸是法。我们起个念头，世间法、出世法，已经是恶了，入不了不恶法门了。佛门这个词很有味道啊，《金刚经》是破相的。请问大家，《金刚经》一开始什么内容？着衣持钵，入舍卫大臣，托钵啊，是不是佛法？是不是出世法？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那六祖大师这些话，我们都选择性听。没有吃素是出世法，只有觉迷。觉了，人为什么能觉？不着相，离一切相，即一切法。你离相了，你不着相了，你接触一切人事物生智慧了，不生烦恼。哦，你离相了，可能你走出门啊，看到海，你就想到旗帜鸿生，譬如巨海。啊，你一着相了，听到海浪声，哎呀，吵死了，烦死了。啊，你离相了，你可能接触这些大自然，你都有悟处。菩提高广，欲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你就不会，哎呀，好热啊，太阳怎么这么热？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这是我们每天会接触到的自然景观的，有没有生智慧？为什么没有？心上有东西啊，你心上还在琢磨那些烦心的事啊，你当然感觉不到六尘在说法。金刚经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老和尚讲经都有提到，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离相，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怎么成佛？离一切相，修一切善。一切善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在哪里修？在你的五伦关系里面修啊，不然你要去哪里修？修布施啊，以慈悲欢喜，让人生欢喜心为布施啊。菩萨所在之处，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持戒，严禁三业，生口意，不能造十二业，要忍住啊，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啊。善护身业，不是律仪啊，善护意业，清净无染啊。要求忍辱哦。一切法得成于忍，啊，再来精进。
调伏习气为精进啊。禅定不忘正念为禅定啊。今天你要处理好五伦关系，你忘了正念，你可能就感情用事、意气用事了，你处理不好哦。好，哦，那承德这个6月25号啊，开始跟大众分享着《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书抄，这个老和尚有宣讲啊，是这个注解的是慈云灌顶法师啊，啊，大家应该听过这个名字吧啊。他老人家讲过一句话，任何方法都不能忏掉的罪，这一句佛号可以忏。哎，好，我们以祖师的注解啊，跟大家来分享。好，那自己没那个功力啊，我们依老和尚的法身设立，我们一起来学习。修行的目标啊，是清净心，第一个目标。啊，一切法门呢，以明心为要。啊，任何法门都是为了恢复明心见性啊，恢复清净心为第一个目标。所以一切行门以静心为要，你去落实了、例行了，就是要恢复清净心。所以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所以我们要心越来越清净了，我们得要老实念佛。好，这个老和尚讲到啊，地位、权力这些东西啊，都世间人拼命去争取的。好，那我们为人演说啊，淡泊名利，身心家庭都很好。你身边亲戚朋友看到啊，他可能就会去思维了。食是饮食，许多人对饮食啊非常讲求。实在讲了，三寸不烂之舌，哦，不是三寸之舌啊，念得太快了。好，哦，哎，三寸哦。乱讲话会烂的啊，不是不烂。哦，我们有见过啊，听过啊，舌头烂的，嘴巴不好，这个果报都会现前，要慎重。下去舌头之后啊，什么味道都没有了。哦，这个色香味都只为了这个三寸。但是却造了很多罪业，所以这个都要正确的认知啊，要觉悟过来。佛陀的弟子当中啊，有一位尊者叫优婆橘多尊者，他度的众生很多啊，度众生呢好像是列为第一的。结果尊者呢，他有一个弟子啊，啊，都持戒，但是就证不了果。啊，你看老师是的度众最多的
啊，结果这个学生老是证不了果啊，所以尊者当做重点研究个案啊，就观察到了，虽然他都没有犯戒，持戒精严呢，但是还是有喜欢吃好吃的。啊，哎，也是日中一时啊，有持这个戒啊，哎，但是还有这个贪爱，哦，后来尊者就指导这个弟子啊，你以后吃到你觉得很爱吃的东西啊，你嚼几下之后呢，吐出来，然后再吞回去吃，哇，他依教奉行啊。慢慢就没有那么贪爱食物了。哦，你看这些尊者很厉害啊，所以我们有什么毛病啊，跟这些善知识一讲啊，他给我们开出对治的方法，挺有效果的。好，这个睡呀。睡眠人没有很好的目标啊，他就容易悠悠放任。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要不打电动玩具，要不就呼呼大睡，这不能怪他们，他们不懂事啊。啊，我们这个。身为长辈的人呢，要帮他们护念他们的立志啊，当然自己要有身教，整个家庭家族要有敬教，适当时机点，循循善诱的言教。离欲生正念。老和尚讲，佛给我们制定许许多多戒律，戒律的精神呢，就是要离欲，使我们恢复清净心。所以持戒是手段，目的是得清净心。我们不要忘了目标啊，持了戒便看别人过，那就错了。哦，那这里呢，老和尚有讲到了，我们的心呢，不但要有定，要有身定，正念正定啊，还有身定，《楞严经》上就讲的首楞严大定。其实啊，我们现在没有定啊，没有定就容易动情绪，要把事情处理好啊，不大可能。哎，事情不是你去处理就能改善哦，你没有定慧啊，越处理越乱哦。知所先后，则静道矣。知止而后有定，所以要止于以阿弥陀佛为榜样，你要去处理事的，你在那思考，你要说话，哎，阿弥陀佛会怎么说，你才有定哦，不然没学佛以前，那个脾气又上来，就麻烦了。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哎，一个人要很好的思虑啊，前面要定静安哦。行，哎呀，好烦啊！我想想吧，我想想吧，我看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你的心静下来、安下来，才能很好的思虑。
才会得到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得到自他都两利的做法，这叫随缘妙用。为什么妙得起来？心是安定的，心没有见人过的，心是有符号的，哦，那《楞严经》是首楞严大定啊，诸位仁者啊，我们会不会一看到首楞严大定，哎呀，我不可能吧？哎，大势至菩萨楞念佛圆通章，就是《楞严经》里面25大菩萨，把他怎么修得首楞严大定的方法讲出来。大势至菩萨是念佛的代表啊。方法告诉我们了，也是应我们的机呀、啊。我们肯做，每个人都做得到。海贤老和尚的表演也是每个人都做得到啊，因为他老人家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这句话也是楞严经的哦。啊，海贤老和尚有没有说？哎，我来表演，让他们做不到，不可能吧？他没有起心动念啊，他应机嘛，所以他表演出来，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做佛，这是也是大势至菩萨讲的，这是印光大师的法语啊。他老人家还特别用毛笔把《念佛圆通章》写了一遍啊，现在有一些道场把印祖的墨宝打出来，非常摄受人性啊！里面就提到了，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了。不假方便，不用其他的方法啊，自得心开，心开就是尽兴了。那尽兴了就是首楞严大定了，所以忆佛念佛就可以明心见性了，不是临终当来，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我们要在哪里忆佛念佛？哎，我们处理事的时候是不是忆佛？处理事的时候，和言爱语，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重行，规范具足，都是在落实无量寿经，算不算忆佛？哦，我那一天遇到一个妈妈，处理孩子手机的问题啊，很痛苦。当然有这个缘呢，我们也跟他交流。我说首先呢，你要借这件事体会到轮回太苦了，真为生死轮回发菩提心，以身性愿持佛名号。你知道这个世间苦啊，你就不会留恋。净土为归宿啊，哦，所以
现在你面对人事很痛苦啊，就告诉自己，这是提醒我一定要出轮回。你这个痛苦就转成出离心，转成勇猛精进，转成不留恋世间。所以佛法的受用啊，在转念、改心，要会转。啊，没关系，现在这些痛苦的事啊，我咬紧牙关，我就要去做佛了。他就没那么苦了，因为他有正确的目标了。没关系，这人生很短，我咬紧牙关，吃点痛，吃点苦，但是我好好念佛，我依教奉行，我换个无量寿也值得了，这些苦没有白吃了。有时候啊，人呢，要处理事的时候，钻到事里面呢，他就有点头昏脑胀。处理事啊，心境要高一点，你就不容易陷在事里面了。这个我也是观察老和尚，比方说这团体有什么事，老和尚都不先讲事。然后就哎呀，我们好不容易遇到往生的机会啊，你看人的心就开始转了，包含你看要以大局为重啊，团体要修六合敬啊，还没谈事情，讲一讲，好，没事了，心上没事了，人。这个心量打开了，格局大一点，看得高瞻远瞩一点，这些本来有的事就不是事了。好，第二呢，你要去处理事啊，一定要理智，不要感情用事，要稳得住自己的情绪，掌握情绪才能掌握未来。其实这一些不是处理手机的事啊，处理一切事都是这样的。第三呢，要用真心，尤其是中恕的纯心去处理。一没有中恕啊，就会见人故，就会苛刻。一有中恕，就能包容，能宽恕。而且啊，第四点呢，人呢，知道要用真心，要用忠恕，马上用出来，也不是马上用得出来哦。强者先谦哦，我们以前严以律人，宽以待己，习惯了，一下要用也不是那么好用哦。所以啊，要去解决问题啊，要把心管好，要好好提升自己的定慧。你要有智慧，才能把事情处理好。定须习，要习定。慧须闻，要闻慧，要听经闻法才能明理。后来我送他一台播经机，他随时都可以打开来听。这个也是跟老和尚学的，老和尚好人做到底。老和尚每一次接众，跟大众开示完，刚刚讲到的书啊，或者播经机啊，给这个来宾准备好，呵呵，让他可以拿回去。第五呢，
要很有耐性去沟通、去护念。所以菩萨四德说的，苦待众生受苦得啊，待众生苦啊。我敢跟大家保证呢，我们现在要去处理家庭的问题、团体的问题啊，不轻松的啦。啊，那为什么不轻松呢？这个我们也得探讨了，因为我们智慧不够，都不能洞察机先，防微杜渐。哦，所以今天这一件事已经提醒我们，我们没有防微杜渐，汲取教训。啊，以后呢，不能等到事情严重了才来处理。啊，要培养这个一叶知秋的敏锐度。我看现在我们一起探讨问题的，都是那个问题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哦，所以我在听问题的时候，我都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不要被他叙述的这种情况影响我的心情。哦，有的讲起来真的挺惨的啦，啊，我也很怕我心理波动，要定住，可能也要学老和尚拿一把扇子，那人家老和尚是悠哉悠哉，我是故作镇定，修行还是要从真实心中做啊，当然也可以拿个扇子这个。人我是非一扇挥去，慈悲喜舍六字念来。好，哎，你们以后听到人家在跟你叙述问题，要练这个功夫啊，不要边听自己的眉头都皱起来，怎么这么惨啊，这么严重啊？放心，有佛法就有办法。亡羊补牢啊，犹未晚矣。但是啊，要有耐性，去陪伴，啊，去沟通，而且还要认清进退，进退的分寸哦。你很热心，不一定解决得了事哦。你要懂人情世理哦。你很热心，可是这一件事谁是主？你不要热心到，啊，比方说这个团体的领导人是主，你热心到，让他感觉都是他错的，你对了，他可能会不舒服哦，最后，不能理解你啊，那你事就不好办了啊。这个都是人情世故啊。团体是这样，家庭也是这样。你要把面子做足了，给你丈夫哦。啊，你都是戳他的问题啊。到最后，他破罐子破摔，都你去吧。你还要陪伴，让他立起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哦。哦，这样才能，他才能更好的去解决家里的问题哦。我请教大家啊，夫妻两个都强，好不好？两个都强，容易吵架；两个都强，都要做主；两个都弱呢，
两个都落完了，家里的事就完了，解决不了了。哦，那要一强一弱吧？你看谁强好？一看下去都是女同胞啊，诸位女同胞，你看谁强好？好，讲话要恰到好处，点到为止啊。啊，所以我听过很多女人，我们家那个先生，躺平族，什么？哦，现在有一个词叫躺平族啊。你都比较强啊，都是你说了算，他只好躺平了。哦，你慢慢鼓励他承担起来，他男人的这种阳刚气概就出来了嘛。所以柔弱胜刚强啊，这个道德经上善若水呀，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呢。处众人之所恶啊！你看水往低处流，低。你看我们所有成年人，想想，对我们恩德最大的是谁？一般都是想母亲啊。为什么？忍辱负重啊，都是低下来啊。所以第一没有吃亏啦，第一是智慧啦，第一是柔软，哦，所以在家庭团体当中要注意主伴圆融。你假如是伴是配角，你要拿捏好分寸。配角也能够产生扭转乾坤的力量。张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你有智慧，你哪怕是配角，你也懂得四两拨千斤啊。好，啊，我有练过这个功夫啊，还在一直练。配角、客人，你只要抓准时机讲对话，都可以帮得到人，帮得到团体。尤其是身体借给佛菩萨用，佛菩萨一加持，每天早上醒过来都有灵感，这感应不思议啊。所以我们在处理问题，通通用经教思维，都属于忆佛。生活是念佛，工作是念佛，应酬是念佛，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念佛。这叫不二法门。好，敬慧修犯恨。哦，这个犯恨犯行啊，这个行是行为那犯行就是清净心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啊，就是没有自私，没有个人目的纯粹的为众生着想。这个就清净无求的心去做事情。好，那这一句呢，在自力方面呢，我们就是修戒定慧。在帮助别人方面呢，是帮助别人离欲。
哦，那这里老和尚就延伸开来了。现代社会，电影、报纸、杂志、广播，种种方法诱惑人，唯恐你的欲望不强烈，那就是加速你轮回，加速你堕三恶道，这真叫魔了。老和尚那个时代呀，是在94年讲这个啊，现在过了30年了，这个魔更强了。现在是手机了，不是电视哦，现在是手机了。那我们现在怎么以身作则啊，来帮助亲戚朋友？下一代不受染污呢？啊，这是我们要慎重思考的问题了。因为浮躁的心呢，很难学圣教。为学第一功夫啊，要降得浮躁之气定。啊，一个人每天看手机，啊，大家感受感受，一天看手机超过多少次，心就不容易定了。大家有没有感受感受过？啊，没有感受过，那我们就面对境界不清楚了，不清楚就随他去了。我们每天要勤修戒定慧哦，戒就是规矩哦。你用手机没有规矩，铁定受它影响，心越来越定不下来了。啊，大家深思熟虑之后啊，欢迎 feedback 啊，提供我一些宝贵的意见啊，下个礼拜六啊，我们在一条龙课程呢，好好探讨啊，我也去勤转法轮了啊，因为我接触啊，有当母亲的孩子不玩手机的，也用手机，他不会着迷啊，我得给他挖宝。啊，因为人家是有小孩的啊，他可以现身说法。啊，我讲半天，哎呀，法师，你没有小孩呀，你不知道啦，我就不好接了啊。嗯，好，啊，我们面对现在这个时代呀。外魔内障，无人不惧。我们怎么抵御外在的诱惑？调伏内在的烦恼，这是当务之急呀，刻不容缓。小孩子不赶快扭转看手机的恶习呀，以后啊，教不了。中毒太深了，就不好解了。啊，我感觉事态严重了，家庭要觉醒，学校要觉醒，社会要觉醒，以后啊，可能都要办戒手机夏令营。不然没办法。哦，而且让他得到啊祖宗的庇应啊，佛菩萨加持啊，也要多接触大自然。大自然真的也是好老师啊！啊，他一看到那种自然的磁场，比较容易就放下手机了。
我们有老师代班，就在山里面开，带学生呢，鸟语花香啊，这个身心就比较放松，还在山水之间弹弹古琴，噔是吧？心旷神怡，所以以前道场都建在山水之间呢，还是挺有道理的。所以这个虚云老和尚去过香港，什么时候啊？几十年前哦。去了之后说：“哎呀，这个不好办到啊，又回去了。不过现在看看时局呀，香港也是个弘法的好地方啊。你看那么多大学生到香港读书啊，内地的。啊，你在香港办个佛学社，挺好啊。”这个我还在深度思考中啊，因为我是当机者啊。为什么说我是当机者呢？2005年3月份当时候也破了我一个执着啊，因为我去分享课程，每一天早上都很挣扎，是去陪老和尚散步，还是备课？幸好我都做了正确的抉择，去陪老和尚散步，啊，因为一散步啊，他老人家慈悲的光芒，啊，一照就有灵感。再来，老和尚散步散步，啊，就会回头给我们聊两句，啊，就有灵感了。其中有一天，老和尚走啊走啊，停下来。这个澳洲啊，是我们地球的天堂，没什么污染啊，真的风景啊都如诗如画啊，很漂亮。然后他说：“不过呢，这个世间呢，人很苦我们也得下去。”老和尚。晚年主要待哪里啊？待香港。哦，而且你香港办一个课程呢，大陆同修要来很方便的。哦，他来上课受益了，他会带回去，去影响他的亲戚朋友。去年这个祭祖老和尚纪念会香港去了8000多人，时间差不多了看看今天讲的内容有没有哪一位仁者有心得？心得就是听的过程挺有体会的，或者眼角泛一点泪水的有没有？假如都没有啊，我得要闭门思过啊，讲了快2个小时，浪费了大家2个小时时间，都没有触动或者有疑问的。我现在不能太逞强，也得喝喝水，改性格。好，那没有的话，我就随缘了。
哎，我们今天有香港的同修上来了，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今天刚好提到香港啊，哦，这个字太小，我看不到，你们就敏锐一点，我年纪有一点了。哦，罗居士哈，有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的法师吉祥，各位师你兄好，你吉祥。没关系，对，要讲两句都可以，不要有压力啊。好的好的，感恩您。我特别感触的就是，经教听了很多，但是真正的在生活当中的落实，想做不出来。2个月前，其实我在香港也是，做了一些公司事情，哇，突然就要看很多的手机，然后当时一下子就崩溃了，然后念佛也念不了，情绪一直下去，也就是正念提得不好，然后，后面我现在在美国，然后我就在美国毕了2个月。然后就早上就静心的散步念佛，然后就慢慢的就感觉恢复正常了。然后每一周在我们的研讨会，真的法师的每一句话，都对我的帮助就特别的大，然后我的信心就在一天天的恢复。因为我听法师讲《弟子规》开始到现在，其实都有5年了，所以2个月前我遇到的这个境界，我也是这5年没遇到过的，感恩在这里，好，谢对，谢，谢谢罗居士阿弥陀佛。啊！啊，我们每一次听经啊，都有悟处，这个是很可贵啊，积小悟啊，就成大悟了。啊，当然悟后啊，也要起修。啊，像啊，刚刚有提到，啊，我们听了很多经教啊。还是要去落实，解行相应啊，我们的境界就向上提升。哦，不能失衡哦，哦，不能只有解没有行。啊，所以下莲居老居士讲到，说得千里呀，不如行得一步。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受用哦。而且也提醒我们，可能我们接触佛法很多年了，哎，为什么家里的人不服气我们？那佛法那么好，我把它用出来了，他们一定生欢喜心啊，为什么不服气？很可能我们没有行一句哦。没有行得一步哦，啊，这是我们要慎重对待的情况啊。啊，再来呢，他刚刚有提到啊，他的身心出了一点情况，哎，经一事长一智哦，我们以后调整身心啊，速度要越来越快。我刚刚跟大家提到一个内容，为什么现在事情难解决？因为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事了，我们的身心稍有波动，就要赶快调整到正常的状况，不能让它偏得太多了，一下子拉不回来。啊，修行人的警觉性要很高。
哎，发觉自己有情绪了，要赶快调伏。哇，那调伏的方法，看我们自己，什么方法效果特别好，就可以用什么方法。念经、读经、听经、拜佛，或者去积功累德，去帮助别人，都是方法。啊，你看看大自然，边惊醒边念佛，调整调整身心。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感觉这个罗居士也是。有使命啊，因为你经历过了，现在在大都市生活，可能遇到你同样情况的人不在少数，而且您选择去美国啊，去一个比较能清静的地方调整调整。假如没有这个措施啊，他继续撑撑撑撑，他身心会出现问题的。是的，一是检的，查，哇，又吓到他。哦，比方身体，哎呦，你有癌症哦，心理，你有中度忧郁哦，这个时候给他的打击就更大了。哦，所以可能您这个经历啊，往后还是有你的使命在哦。人生都没有白走的路，烦恼即菩提，危机即转机，不只是自己的转机哦，有可能也是你有缘的亲戚朋友的转机哦。所以刘树云老师他得了红斑性狼疮，你看他借这个缘，给了多少人信心，给了多少人护念，都不是坏事哦。哎，我现在也要用啊，这个手机的缘，我看我能不能转成利益他人，都可以用哦。无有一法不是佛法绝了，一切法都是佛法。迷了，《华严无量寿经》也变搞成世间法，甚至搞成轮回业哦。拿着《华严经》《无量寿经》看别人的故啊，这个就搞轮回业去了。好，啊，不好意思啊，没有给你打招呼啊，突然请你分享，哦，也感谢您的对，分阿享，弥陀佛，很感恩，阿弥很陀感佛，恩，谢谢。好，阿弥陀佛。好，哦，那身与心啊，调整哦。调整都要调整到很稳定的状态，不要掉以轻心啊！啊，这个《说愿》这本书里面呢，比方说他从身体，他说病情加重，都是在病情好一点的时候，这个提醒也很重要，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哎，好多了。会掉以轻心，还没有好完整，你一下又受风寒，一下又透支，哇，病情加重。所以病情加重都是在快好的时候，好转的时我这样的经验太多了，所以呢，我现在要悠着点了，悠着点。好，还没有忍者要分享。好，有请。阿弥陀佛，师傅您好。今天的课程弟子听到您说，要掌握情绪，要在处理团队的这些事情上面呢，还要要有耐心，要培养自己
一叶知秋的这种敏感度。千静呢，就觉得这方面刚好是自己做的，非常非常不够的地方。还有呢，师傅就讲到说，不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团体啊，我们女人都不能太强势。那这个呢，也是弟子做的特别特别不好的地方。可能是因为从小就做班干部、做团干部，然后工作了以后呢，也带团队。那千静呢，就一直以来都是，常常是一个人做主，做事情呢就会失于强势。那么感觉自己最近在遇到一些境界的时候呢，也是犯了这样的错误，一个是用了情绪，一个是有所执着。一个呢，就是自己这种强势的习气又冒头，包括呢，向师傅汇报工作的时候，和师傅交流的时候呢，自己都，偏于哈这种情绪和强势，感觉也是挺对不起师傅的。特别是上周师傅生病哈，弟子也是特别特别忏悔，感觉特别特别后悔哈，顶撞师傅，所以也是发露忏悔吧。今天师傅讲到这个问题，弟子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这个问题哈，再次向师傅忏悔，阿弥陀佛。好，谢谢刘居士忏悔是后不再造这个是称忏悔当然这个承德啊也是珍惜跟团队的因缘那团队啊领导者很重要。人存正举，人亡正息呀！所以为政在人，所以领导者责任重大。我是不喜欢做领导因为因果很重，这个要慎重。那承德也是珍惜。跟这些团队的结缘，也是有借由一些机缘呢，去带这些团体尤其带他们的领导人，也都带了一段时间了，对我来讲我是尽力在带。那尽了力了，就各个团体啊，大家要自己去用心了因为今天我也讲我对有缘的大众啊，最大的贡献呢，我能专注啊，深入经藏，大家。要了解万法因缘生呢，老和尚他的因缘从胎教开始，我们这些弟子是孙子辈的，跟他的缘没办法比呀。又受到传统的教育，又经过你看抗战的洗礼，那种悲天悯人的胸怀。你说像承德自己成长过程，在都市里面，今天讲财色名食睡啊，你看这个食啊，这冰棒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身体都受伤了，这些玉啊，都染了。而老人家深入经藏，用功到什么程度啊？我们都了解到，老和尚研究经教，天亮了，研究到忘记时间了，抬起头来一看，天亮了，哇！你看那种深入经上的功夫，
我听到这个说，哎呦呀，我们根性不如老和尚，还不像他这么用功啊，怎么能够用法来供养大众呢？哦，所以我能护念所有的团体呀，最好的做法就是我深入经藏供养大家了。那刚刚这个刘老师也提到了因为这个反思啊。还是很重要。修行啊，首先自知，我们才知道啊，在哪一些地方，改正。你看我在都市成长，就有都市形成的习染。像这个刘老师，从小就做班干部。我是6年级才被老师推出来的，不然我什么比赛都很少参加有才能也有才能的境界挑战，所以为什么了凡先生要说勿以己之长盖人，勿以己之善行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有这些长处啊，你就容易起慢心，然后就可能去压到别人了。所以这一点要慎重。尤其成家了，不要去压自己的先生要让他更能承担，更发挥出来。那团体的领导者啊。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老和尚交代的，其实这个都是对我们的护念、慈悲，因为领导者、讲学者啊，现在是魔王高度关注的对象，因为魔王要坏佛法，你一个农夫。他要坏佛法不容易，只有佛门里的人呢，才坏得了佛法，所以我讲了好几遍呢，我自己的感觉真的是这样，佛菩萨跟魔王抢人呢，讲学的人他心一偏呢，那麻烦了，听他课的人就被他误导了。做领导者没有把佛法用出来，习气现前，领导这的团体的人都受到影响，这是我长期观察的体会比方这个这个领导很强势，底下的人说很受不了，怨声载道。结果这个领导走了，底下一个人上来了，也很强势，没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了。可是他也潜移默化受影响。所以我们不忘初心啊，我们进了佛门呢，为大众服务啊，一无所求，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大家应该听过我分析弘护的形式，跟100年前比起来，大家有印象吧？100多年前讲课的是开悟的，护法呢，弘法退下来了，现在呢？没有配套措施，
那这个红户不出问题都不可能，形势啊难度太高啊，所以我们要红户的正确、平稳、长久。老和尚交代的话不能忘啊！现在出来弘法的人要团队出去啊，年轻人不能一个人出去。财色名利一扑过来，年轻人怎么挡得了？护法要配套啊！老和尚说：“取群书之要，依群书之要来领众。”啊，我们看到这个团体里面呢，没学群书之要啊，别人提醒，要多培养接班人，培养年轻人了。这个团队负责人说：“佛菩萨自然会加持，会派人来的。这个把法都用错了，我们要冷静哦。为什么进不了年轻人？为什么你没有年轻人可以培养？你把佛法用得太高了，根本不切实际。”根本反省不出客观的问题。首先，你没有年轻人培养，是你感召不了人才。你没找出感召不了人才的问题，然后又说，反正到时候佛菩萨加持就有人来了。哎，人来到一个地方要能发挥，是这个地方。人让他发挥啊！你的团体是一言堂，人才来了能发挥，那人才就被你给按下去了。啊，我现在感觉啊，老和尚为什么第一个要求讲的主题，做一个如理如法的好人。人都不会做，做事都不遵循做事的原理原则，佛菩萨加持我们加持不上的。所以啊，不能舍掉佛门的戒，不能舍掉儒家的礼呀。儒家的礼就是落实在五伦呐。佛家不能离开戒，戒第一条不杀生，不恼害众生。一个领导者，军人臣忠，要体恤每一个人。啊，最近一个同仁。他到学校去教书啊，辞职了。为什么呢？太累了，身体扛不住了，一天工作时间太长了。哎，一个团体流动率为什么高？一定没有体恤底下的人，才会是这个情况。啊，当然，这个刘老师他们弟子规协会，这个老同仁不少啊，我今天是借他的缘啊，把这些礼开出来啊，但大是家不会让我们人员还是很稳定的，谢谢。这个时候不应该接这句话刚刚说了。刚刚说了什么？不可以炫耀。
好，这个希望刘老师不要觉得今天很衰啊，被这个法师这个直接点出来啊。好，那再来呢，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这个罗居士啊。你看，我们所经历的是一转，就是一种愿。啊，我们做领导，领悟到了哪些不妥，啊，你都把它改进了，你的团体变成榜样了，哇，你就供养很多人，护法功德大过弘法，所以护法很重要。现在要。找到好护法都不容易哦，哦，所以我们把团体带好了，发心的人来我们团体交流，他都学到怎么护法，怎么做领导，怎么把群书之要落实在团体，你就是普贤行了，广修供养了。所以烦恼即菩提啊，这个很有道理。我们今天讲转念改心啊，念头能转，什么都是好事。好，所以学《无量寿经》要效法阿弥陀佛啊，学《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我们也要过上世事无碍的生活。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好，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哈，阿弥陀佛。